我要请日本朋友帮我叫三餐外送です。着いたら瞬間麺を食べるイメージがあって。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なの見つけちゃった。居然他在后面哭。很像真的是台湾人会点的早餐哎，我觉得它蛮有品味的，全台湾的感觉。这么大的，呢，总共2060一个人哎，把日币当成台币呢。ねえねえ、もう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れた？もしまだだったら今すぐしてね。それでは今日の動画始まります。嗨，大家好，我是阿布玛利亚。今天是呢难得休假。昨天呢，我看到一个影片，那个企划看起来很有趣，就是那个叫外送的企划。我想到更特别的方法，我要请日本朋友帮我叫三餐外送です。因为我觉得台湾朋友们当然吃到我们的外送品牌上有什么东西，然后也吃到什么样的店好吃，但是我觉得日本朋友就是不太熟悉这些台湾的店家美食，所以我想请日本朋友们订看看。现在是早上十点，应该要吃早餐的时间了。老外送到了，那我去拿哦。耶！那看你久了想帮我订的早餐到了。大家好 ，AKB48 の中西千代です。阿部ちゃん元気？日本で元気にやってるよ。Uber Eats で朝ごはんを送ってほしいって言われて、あ、マックとかあるじゃん。でも全然違う。でもせっかくだったらちょっと日本にないものをちょっと見たいので、私台湾料理めちゃくちゃ好きで、で私もともと超大好きで、超好き。私の好きな人ちゃんだ。もう朝昼晩時間問わず絶対私は食べれちゃうので、人気って書いてるね。人気のやつの方がいいか。わ、飲み物も必要かな。これ何？杏仁か。濃い豆？でも杏仁甘いかな。朝から微糖って書いてるからちょっと微糖にしとこう。いや、私ってなんて優しいんだろう。皮必須って書いてるね。これ涼しい皮、乾いた糸か皮の豆腐。あの豆腐にしとくか。多分何これ、しおりみたいって言いそうで、言いながらでも優しいって思いながら、なんかパクパク食べてくれそうな。阿部ちゃん、私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ながら朝から食べてね。居然他帮我订两杯饮料，是豆浆这个有一点用心哦，微糖跟无糖很贴心，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觉得说，他现在一定会觉得我很贴心。所以我先不夸张这个部分。哦，这是什么？ねえ待って、他怎么敢点皮蛋豆腐哎？皮蛋豆腐にしとくか。这家我没吃过哎，这是水饺勾贴吗？煎饱。我好像没有早上吃过煎饱哎，辣汤、包子，然后豆浆，这样子很像真的是台湾人会点的早餐哎。我觉得它蛮有品味的，全台湾的感觉。我的早餐通常都是豆浆，而且这是最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会有感应到的感觉。平常的话喜欢喝无糖，所以我先喝看看无糖。你看这种时候呢，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室友呢？只是我喜欢那种有一种豆的感觉，豆的口感。其实这个企划不错哎，我要企划要拍，谁可以帮我点餐吗？然后我就听到三餐。哦，好大哦，我好像没吃过吗？いただきます。ねえ待って、千織ちゃん、你是天才吗？これは大好きです。而且它的辣酱也很好吃。真的因为有一点太多，就是他帮我点了10颗。可是你真的这个很有 sense 哦。那这个的话，怎么办？我虽然不敢吃皮蛋，但是豆腐它没有做错事情，就是皮蛋坏。我要吃离皮蛋最远的豆腐。
它的酱油膏很像大阪烧的酱，而且是有这个柴鱼片，可能更加大阪烧感。嗯，好酷哦，我是没有那么爱了。真相姑姑，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不完，所以我要当成明天的早餐。谢谢九里酱，爱心早餐，很开心。我的午餐到了耶，午餐是请北原里恵さん定的，那我去拿哦。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そして初めまして、北原里恵と申します。今日は私が僭越ながらメニューを選ば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なんかやっぱちょっと日本と違ってすごい楽しい。やっぱせっかくだったら台湾っぽいメニューを選びたいなと思ってはいるんですが、なんかやっぱ私何度も台湾には行かせてもら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なんかやっぱ台湾に着いたら瞬間麺を食べるイメージがあって、でなんか台湾に行った時にすごい覚えてるのが、なんかホルモンの入ったそうめんみたいなのをすごい食べた。でもせっかくだからね、あのちゃんにいいもの食べてほしいからやっぱり北京ダックにします。これ一人で食べるんって感じだけど、絶対一人用じゃないよね。ローズソルトミルクキャップミルクティーって何、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これこれ入れよう。ダック選びますね。人気のやつにしよう。人気のやつ全部入れよう。オッケー、これにしました。美味しいランチタイムをお過ごしください。大家看一下，我真的超多哎！他是很贴心的一个前辈，我知道他很会替别人想，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很担心我吃不饱嘛。叶三，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人了，不用吃这么多了。哦。这是奶茶超高丽菜，我好喜欢超高丽菜。居然他帮我点烤鸭，我没有在家里吃过烤鸭哎。这个是不是单人份呢？可是单人份也很多哎。炸萝卜糕，还有雪莲，雪莲也是我的爱，这是日本人每个人都来台湾的时候爱上雪莲。油条加粥，白菜鸭汤，我很喜欢喝鸭汤。Oh my god， 我是不是要 call 陈思雅、陈思远之类的？叶生，谢谢。我真的没有在家里吃过烤鸭，永记的鸭蘸酱，这是葱吗？酱吗？应该是吧，我包好了。真的好吃，日本朋友们对我怎么那么好，好幸福哦。これはやばい，这个炒萝卜糕超级我的菜。那我再来吃粥。烤鸭配粥吗？还是粥里面放鸭子之类的吗？你有这种吃法吗？喝汤，有豆腐、鸭子。我觉得非常幸福，这是第三，我觉得可以。我明后天都不用叫东西吃，我有多吃的东西，我就这几天好好享受的。不行了，那个是什么呀？现在是晚上的七点了，然后呢，我的晚餐也到了。今天的晚餐是请島崎遥香さん，这是パルルさん定的。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島崎遥香です。台湾のウーバーイーツのページ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ので、ちょっと何があるかも全く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日本で食べたことある。これ有名。日本でも。din台湾。合ってる。普段台湾料理はたくさん食べてると思うんだよな。だからやっぱり私は日本のご飯を届け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見た目でゴージャスそうな高そうなお寿司を頼んであげたい。ちなみに私の今日の夜ご飯もお寿司です。私と一緒の夜ご飯を食べましょうってことで。ここいいんじゃない？こっちにしようかな。
炙りサーモンかも。レンガーかな。甘エビも私大好き。中トロがいい。穴子もいっちゃいましょう。このカニもいいね。イクラもいいですね。味噌汁。じゃあこんな感じ。中間と味噌汁。あとお寿司を食べ終わったら甘いものも食べたいと思うのでデザートも選んでみます。うわー、なんかデザートが台湾美味しそうですね。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なの見つけちゃった。やば、これ絶対シャインマスカットのケーキだ。うまそうすぎる。食恋しくなってると思うので喜んで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我觉得这个晚上有点太厉害了。那我来开看看喽，这是汤，然后哦是寿司，阿日山这么好吗？我今天被他们舔到不行哎。等等，这个该不会是蛋糕吧？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吗？他怎么给我点这么大的蛋糕啊？ねえ、これはちょっとやばいです。姐姐，看起来超好吃。我生日吗？我记得帕日山很喜欢这个 Chinese Muscat， 应该是我觉得他点他喜欢的东西。但是我很好奇这个价格啊。它总共2060，它是不是把日币当成台币呢？2060哎，外送哎，一个人哎，谁会一餐点2060？是不是真的有一点超越层面的，有一点太厉害了？谢谢帕日山，那我来享受今天的晚餐喽。先吃寿司，大家看一下所有的碟子，这是我去大阪的时候买的。哇，どれから食べよう？那我先吃最好的。嗯，其实不管哪一家的寿司，我每次都吃到寿司，有一种回到日本的感觉。我觉得在台湾很常哪里都可以吃到寿司，很棒。A B 耶，我喜欢的 A B。嗯，包子很甜耶，真的很甜，天哪！可以啦，莫超补。嗯哼哼，这是鱼肉汤耶。いいですね。我每次都去吃寿司的时候，一定会点鱼肉味噌汤。果然帕日山懂我的，寿司吃得很开心。等一下再继续吃。我现在眼前一直有这个非常美丽的蛋糕，所以我先吃这个蛋糕。果然根本不是一个人份哦，而且我又不是生日，祝9月生日的大家生日快乐！哇，满满的白葡萄，其实我也超喜欢 Chinese Muscat。我其实我今天发现还蛮喜欢享受跟大家一起吃美食的人。我一个人这样吃，当然是很丰盛、很喜欢、很开心，但是很寂寞。大家看一下，看得到吗？我不敢再烤了。超级美丽的，嗯，好香哦！好久没吃甜点。而且蛋糕真的是有一种让人很兴奋、很开心的感觉。いただきます。うまい、美味しすぎる、最高。但是我陈伟最近变成健康的，我觉得今天吃很多哎。而且我刚刚运动一下，但是真的根本不够哎，太丰盛了。明天开始再努力减肥。今天的请日本朋友订晚餐企划成功，他们真的对我很有爱。还有重点是因为我已经靠外送生活很久了，我每天花那个外送品牌已经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所以我今天是不用选每一餐的，这件事情也蛮开心的。果然日本人真的喜欢的东西差不多，就是每个日本朋友来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吃小笼包那些嘛。对我们来讲不会平常吃些东西，所以很有特色。然后看到雪莲的时候真的是笑出来，因为真的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是来日本的时候就吃到雪莲，就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果然日本人真的对雪莲很有爱，最后也吃到这么丰盛的东西，很开心。我今天一整天心情很好的，谢谢我的日本朋友，然后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大家还有想要看那些我的日常的影片的话，欢迎留言です。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开启小铃铛，お願いします。那大家下次见，またね。
危ない。